这个老人撕开自己手腕上的皮肤，发现自己血管竟然全部变成了毛线。他试着动了动手指，毛线也在跟着动。老人仿佛一瞬间没了力气，昏昏沉沉地靠在沙发上，一根毛线竟然从他的皮肤中探出头来。紧接着，老人的头慢慢被沙发吞没，身体也瞬间被掏空，只剩衣服堆积在沙发上。一大团毛线从衣服里钻出，像触手般攀附在沙发上。而吞没老人头颅的位置，竟然垂落下来一个白色蕾丝垫，老人完全变成了沙发的一部分。这是一间吃人的公寓，妙龄少女住进来，短短几天就会迅速衰老，然后死在这里。不是没人想过逃离，比如这个老人，他把所谓的蕾丝绑成一根绳子，顺着窗户抛出去，带着即将逃离的喜悦，冲着公寓比了个友好手势，拉着绳子开始往下爬。眼看就要落地之时，蕾丝绳突然向后猛拉。逃离这里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到下一个倒霉蛋住进来。老人幸运地等来了新租客，她叫小美，是个年轻姑娘，对这间公寓的环境很满意，低廉的房租更是让她毫不犹豫签下合同。老人迅速背上登山包，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这个鬼地方。小美一无所觉地收拾起了行李，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新刷的墙壁快速腐化，新鲜的水果几秒钟就枯萎下去，公寓像是被按了时间加速器，仅仅过了一夜，小美就发现自己老了30岁。美女以低廉的价格租了个房子，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老了30岁。对女人来说，没有比衰老更可怕的了。她迅速找到公寓管理员，要求立即退房，可管理员却说，想要搬出去必须找到新租客，这些都是在合同里写好的。说着，他递给小美一个放大镜，合同上的确有一行小字，要怪只能怪他被低价迷了眼，没有仔细看合同。小美抱着一丝幻想，也许是自己得了什么怪病，她跑去看医生。医生很疑惑，你这个年纪有这副容貌很正常啊。小美大喊，我才25岁。医生一副你是老年痴呆，我不跟你计较的表情看他。小美立即掏出身份证，打开之后却发现身份证被黑色蕾丝糊得死死的，根本什么都看不清。小美无计可施地回到公寓，又一夜过去，她再次老了30岁，步履蹒跚，头发花白，皱纹能夹死苍蝇。可衰老的不止外貌，她的器官也在衰竭，牙齿脱落，咳一声都吐血，很可能再睡一觉就老死过去了。她带着沾血的蕾丝去找管理员，管理员无可奈何地说，你少往外跑，跑的次数越多老得越快，想离开这就找个新租客来，因为她不喜欢孤独。这个她显然就是公寓。小美转身回到房间，管理员突然感到一丝不妙，追了上去。小美把屋里泼上汽油，划开火柴就要点燃，突然她的身子顿住了，一根白线从嘴里冒了出来。这是一间会吃人的公寓，能把妙龄少女一夜变成老太婆。小美想跟她同归于尽，却突然倒在了地上，管理员拽着白线往外拉，一块白色蕾丝被拽了出来，小美这才恢复了呼吸。她问管理员，如果一直没有新租客会怎么样？管理员拿出一张十几个老人的合照，告诉小美，这其实是隔壁幼儿园的合照，如果公寓吃不到人，他就会扩大吞食的范围，一人受苦总好过全员遭殃。管理员走后，小美一个人等死。可这晚的公寓发生了变化，灯光亮起，壁炉里燃起了火焰，一辆小推车送来了可口的食物，小美慢吞吞地品尝着美食，这恐怕是最后的晚餐。第三天，小美已经老得走不动路了，她发现自己的皮肤很薄，轻轻一扯就是一个洞，她感受不到疼痛，却能看到血肉变成了毛线。此时公寓里来了两个新租客，是一对恩爱的情侣，他们看完房子后很满意，就在签合同时，小美一杯咖啡泼了上去，她发了疯似的驱赶两人，牺牲的人已经够多了，她不忍看着鲜活的生命消失，她愿意成为公寓的陪葬品，只求能终结这一切。小美靠在沙发上安心等死，她的头颅被沙发吞没，身体被快速抽空，钻出的毛线与沙发渐渐融合，小美彻底成了沙发的一部分。白色的蕾丝垫垂落，那原本是小美头颅的位置，旁边还有两张一模一样的蕾丝垫，显然之前有人尝试过这个方法，但吃人公寓依旧在吃人，下一个替死鬼正在赶来。